以往我们看电视哦，都是吸收我们整个哦，哎，那个身体的精华。我们把全部的哦那个注意力啊，都是投入啊哦在那个荧幕，然后呢那个哦剧情演出来啊，让我们笑，让我们哭，对不对？演得哦那个啊很投入啊，看的人也很专注了、啊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在旁边吵他哦，说有事情要跟你讲，他说不要吵，正好看的时候。跟我们现在看这个哦，教我们怎么样呈现咒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是在教我们放心啊，这个是在教我们收心，怎么样把心收回来？哦，那个很哦细腻啊，很关键的地方要去抓到，抓到了就会做啊，他就会做了以后，我们做就可以啊，就可以成仙做佛啊，想不想啊？